少群，爸，早上看到你跟少轩的神情怪怪的，心里就在担心，他是不是有可能？我也担心，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了。因为少轩老是不吃东西啊，也许他真的肚子饿了也不一定啊。只是。 心里就是毛毛的，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单纯。你暂时不要让你妈知道啊，她要是知道少勋有自杀的念头啊，大概会抓狂吧。我知道，所以你看我早上什么都没讲。嗯，少勋，你妈现在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少勋的身上，对你难免有误会，你要忍耐啊。 啊，嗯，啊，对了，这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在杂志上看到的一篇文章，你英文比较好，帮我上网查查看，这个眼科专家的研究室是在哪一家医院？你要带少轩去找他。 你觉得少轩的眼睛还有希望吗？不管孩子变成什么样子，所有做父母的都不会对他们放弃希望的。 喂，石原吗？石原，妈，我已经买了新的电子票，从下礼拜的飞机来美国，我会去机场接你。妈，小姑姑已经答应让我住在他们这边了。 是啊，不是跟你说过用完东西行李放回原处吗？可以吗？他最少是放在学校先生的房间。
不要像鬼一样在我旁边飘来飘去好不好？Thank you.
少轩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啊？哎，你怎么咳嗽了？哎，我扶你旁边坐一下好不好？啊？哎，哎，少轩，少轩。什么？我只是怕少轩吃错药，所以。少轩没事干嘛吃错药啊？没有啦，他只是那个，我。少轩的手不是切水果受伤了，对不对？这是那个，我。哎，月梅，月梅，你要干什么啊？月梅，你给我起来好不好？你给我起来！月梅，你要自杀是不是？你要死是不是？我陪你去，我陪你一起去死，因为都是我的不对，是我害了你。你的轮鞋早就坏了，我应该帮你刷一刷新的，可是我没有，我怕你出车祸，我害的是你。月梅，走，我陪你去死。你干什么？我陪你去死。干什么？是我。月梅，月梅，你干什么嘛？你这样干什么嘛？月梅，不是嘛？哎呦，月梅，月梅，没人会死，谁都不准死，好不好？月梅，月梅，月梅，明天就把这片玻璃换成透明的。我要随时随地看到少轩的一举一动。月梅，您看过少轩好多次了，睡觉吧。放心了。月梅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还不睡？睡觉好不好？啊！那我陪你睡，啊，我们睡觉。我。Thank you.
你干嘛？来监督我会不会自杀？其实我死了对你有好处，妈只剩你一个女儿，就不会偏心了。没错啊，因为你死了，妈妈也会跟着你死。她没有了心跳，当然就没有什么偏不偏心的问题了。你是来教训我的吗？我们这么多年没有讲话，你以为我会因为眼睛瞎掉就听你的话，甚至叫你姐姐吗？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学游泳的事情？少轩，你一下子就学会了，而我就是怎么学都学不会。当我在水里头学着停止呼吸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原来呼吸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。平常你很自然的呼吸，根本察觉不到它的重要性，一旦你没有了，你才会知道原来能够继续呼吸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。也许你因为看不见了，所以觉得你的生命已经不再重要，可是你还听得见不是吗？你还听得见我的脚步声，听得见妈妈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那你就应该知道，不管你看不看得见，对妈妈来说，你的生命就跟她的呼吸一样重要。